请他自己抱。 我听到有声音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家里有蟑螂。杀死了吗？蟑螂杀死了吗？或许我可以帮忙。 是我。经常问我话，我都照你之前说的回答了。好。<笑>我每天都很害怕，我都在想。 自首算了，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他们会去找新的嫌疑人的，相信我。好。 没关系。
你捡邻居而已。 橙子要挑皮捏起来有弹性的才好吃，后面有个圈会比较甜，像这个就可以买。你为什么帮我们？你好像。 这些东西拿着，别小心了。啊，不用了，坤哥。哎，没事儿，给孩子的，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嗯，谢谢坤哥。没事儿，改天来看你啊。
你和这个男人什么关系？你也不看看我为你做了什么。立刻和他分手，否则我也可以让他消失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妈妈今天要去乐团参加比赛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联系。叔叔，你怎么在？把这个交给你妈妈。哦，好的，叔叔。别忘了。你好，陈静。对我来说，在这个世界的坐标系上，你我是相隔很远的各自一点罢了。我能遇见你，已经是一个奇迹。我并不奢望走进你们的生活，也想为我之前的恐吓监视跟你道歉。当你读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好了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生活。那天你曾问过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帮你们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们是隔壁刚搬过来的，姓陈，
陈静，这是我的女儿陈小新。叔叔好。请问您家里有闲置的书吗？不好意思，孩子班上布置的任务，没有也没关系。这个行吗？快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这个给您。哦，对了，孩子最近在学乐器，如果说有打扰到您，记得告诉我们。叔叔再见。有时候，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，就足以拯救另一个人。